我就放了其实很短的一个小，应该算是一个 moments 的小视频，就是微信 moments 里面的那种小视频。那因为我当时是全新的，真的是很想去学习，所以也没有把手机带在身上，然后基本上课程结束之后也是在一直跟教练去谈这个事情，看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技巧，所以一直忘记录视频，好像我很不称职，对，很不称职当这个 YouTuber 哈，因为总是忘记去拿出来自己这个东西去录制，但是在这里面的话，我可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拳击的，准备啊等等的，就是拳击，我是在我朋友的指导下，然后去进行了这个体验课，因为她非常，是一个女生哈，她，然后她非常想瘦身，所以呢，她就说。拳击是最快能锻炼出腹肌的一项运动，同时拳击也是最快能瘦身的一项运动。那我就十分期待嘛，然后就跟他去了。去的这家好像是，每一个教练都拿过那种腰带，对，至少一个腰带吧，我觉得每一个教练都会拿那个腰带嘛。然后他，所以是集体开在最早一家好像是集体开在了泰国，因为是泰国拳击。那现在最近的话是在北京开了有四家，好像是，但我们去的是其中一家，是他的主体家，对。然后他的方式的话，如果要是，大家感兴趣，包括上一集 Kendall 见到的那个感兴趣的话，然后也觉得哎，这个视频里面的场馆还比较好，而且老师都比较好的话，然后可以给我留个言，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发一下这个位置，是吧？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去体验，因为我是个人感觉体验下来的话。还蛮不错的，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在北京，而且非常容易找得到，给我的感觉是因为你基本上地图上你就能定位到嘛，然后你打的的话直接就到那个地方，非常非常近。然后OK back to the topic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要聊的是那个拳击嘛。那拳击之前的话，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要吃太多东西，因为你会觉得很累，对，然后你的胃会反上来。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预计好的说要是先去做拳击，所以我们是提前了三四个小时就吃完东西，然后之后用了一两个小时去消化，然后去的这个拳击馆。但当时到的时候可能我们找，因为风比较大，而且就是路好像有点堵，所以就是到的时候稍微迟到了一点，然后前期热身的工作就比较的水，教练只是让我们去做了几十下的深蹲，然后以及这叫平板支撑，对，以及平板支撑。那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把这个汗给出出来嘛，然后这样子比较好进行下一个剧烈运动的，对，这样一个准备。那在这里面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做完前期准备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学基本的拳法。我们首先会有直拳，然后教练会告诉你，然后对方会怎么样去攻击你，会给你讲到这个技巧。同时他在教你的时候，他是评分下来的，每个人都要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打，因为他那边教练还蛮忙的。因为我看到的是，如果你要是在那个拳击的那个这叫什么平台上面去进行打斗的话，好像是四个人对一个教练，除非你报那种小班课一对一的嘛，然后急速瘦身或急速锻炼这种小班课的话，然后可能会一对一，但你平均就是下来的话，可能是一个教练对四到六个到还是八个忘记了。所以他那边教练其实还蛮缺的，因为他只要求说，你能当教练的资格是因为你拿了这个腰带，所以一定要求你确实真实的拿过这个冠军，你才能当我们这块教练。所以他教练质量还非常的棒，强烈的推荐这一家哈。而且那边的，我问了一下那边的老板，好像是个美国人，对，非洲裔美国人好像是。然后另外他的合伙人好像也是，美国人吧。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说他合伙人是在加利福尼亚出差，好像是，对，所以目前都是他一个人来经营，但他那边有场馆的经理人，他的场馆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专门你是负责说是我去练习，那你出完汗以后，另外一部分的话你可能要走一小段路，然后到那边会有浴室，然后等等的一些清理的，所有东西都备齐，对，他那块还比较完善，挺好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再说回我们的拳击啊，拳击练习，除了他的讲解方式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是因为你在锻炼的时候你也要同时知道对手是要怎么样对你的，他会给到你任何的信息，而且他在教学的时候时间
它会压缩非常的紧凑，它不会像说韩剧片那种会让你一个动作就让你在那练习20分钟这样子，它会基本上10分钟一换，10分钟一换，对，而且它在每练习完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会叠加到上面几个动作一起进行一个组合拳，让你去进行一个攻击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它是真的会让你戴到那种就是拳击手套里面，然后去进行一个这种拳打。但是它当然第一节课好像我们试的时候还没有用到沙袋，哎，沙袋我们只是用到了就是锻炼我们的臂力，会用到沙袋。但是在跆拳道里面的话，我们一般用沙袋是锻炼我们的腿力，对，对，腿力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就是教练嘛，会觉得我们是第一批学生，然后而且就是从来没有这种打的经验，所以他就给我们找了一个巨大的那种沙，不是沙袋，巨大的，哎，沙袋也是非常巨大，就是找了一个巨大的那个叫什么，手套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基本上我的手戴进去以后，它那个拳击套到这儿就非常大，非常大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嘛，在你击拳去打那些板的时候，其实你手是感觉不到任何东西，因为它给那个实在是太大了，海绵垫应该就有这么厚，非常厚，你感觉不到太疼的这种感觉。反正整体下来的话，我是浑身全都出满了汗，真的是，然后感觉还蛮健康的。而且你跟教练去进行交流的时候，好像是可以中英文切换，所以给我感觉就好像你不仅仅是在打拳击，不仅仅是在学习，同时你也是在提升你的语言，真的。好，那个教练会中文，然后泰语可能一些，然后再加上英语，其他语言我还没有涉及到去问他，因为后期的话，我还没有确定我一定要报名嘛，因为是我朋友，他非常非常想去，所以我只是陪他去，然后特地录制了这么一个小的片段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对，其他的倒是没有太多注意点，大致可能就是这些。对，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地址啊分享给大家，因为它是四家中心里面的主体，最主要的那个中心，然后他们的老板也会在里面，而且好像杰克隽逸等明星也会去那边去排练，对，他们好像是那边的学员，所以我感觉还蛮火的，非常有名的一家店，而且老板的教课的态度真的还蛮认真蛮专业的，上次还说，早知道我是要是做视频的话，他会录更多的，然后包括采访一些内容。等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，然后希望传授给大家更多有用的信息。但如果大家想去，因为团购的话价格真的很便宜，包括上课，就算是正式上课的话，价格也还蛮便宜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去试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而且是中英文切换去教学的话，我可以给到大家这么一个地址。如果想知道地址的，可以给我留个言，然后我可以把地址私发给大家哈。OK，那就这样，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